心有一点清净，咱回去吧，这条灵气，这是咱顺家，母娘爱咱这点，元天的天性，是顺着母啊这条元性，上苍伊的灵性，现咱转入来，清咱的心，灵魂是现世形。转咱区域是先天性，这是咱为主的本性。转咱清啊，这尔稳定，是灵魂这点灵气，拍开咱真稳定的心灵。这点则是咱顺着正法，无啊，伊要予咱这尔稳的心。真理是天灵性，现咱转是入天性。无形伊爱咱的稳定，我才有母娘的灵气啊！这是咱归元这条灵性，现咱转落来这点灵。真理是天元心。甲咱转是落天灵，无形伊的灵气，转咱顺家则是上天。这是咱主要的灵性，现咱定先天性，无形的天元，转咱顺则是本性。有我一点正法界。传咱清净顺自在，现世度咱开天灵，转咱入清世间心。真理我来应出名，回咱元天道心。真元出应是天性，转咱回复是天性。一点顺母的气。我爱显明清，是咱以原本性倒转清净心，天元使命代转咱气中元心，现咱顺家天灵，真元处在应无异，道灵见元道性，现咱定法通天界。无形为主正神，上苍落加是天意，道灵恢复是灵界。现咱转来定无性，转咱气中合天性。真理我有的灵魂，转咱顺无心情，一点原来的灵气。我有母娘顺天，转咱有定是天意，落伫清净则是心。有咱原来一定无心，有咱转到现世形，这是咱主要的天意。无形恢复清净的心，真灵恢复天法界。爱咱为主升天来，道灵现世的灵气，恢复清界，则是顺心啊！这是咱以清净的天灵，今末啊来讲顺家的心意，清天则是道法界，爱咱讲出则是先天性，灵源是灵天理。转咱落家是顺天意，无形安住咱的天灵，转过来则是咱的心清。灵元若有正灵气，安住咱现世的心，是咱看回青天这点愿，转转来无形定掉的。我爱是出家这点性，
献咱原始合心，天元老母娘的真相，我来讲开上天灵，无形安住一世人，我爱来讲开元天命，拢是安住在世上，转咱恢复清天灵，无形伊只有讲天界，转过来只有讲心灵，是咱这条清楚的天。我爱老母这么啊顺，这是咱应发的天性。咱来讲出家清净，是咱有无一点气，是咱来讲着顺家这条心。真理则是天性，爱咱转动的则是现实。我有清楚这条灵气，安定我即马这个心，对着无形咱的天元，我爱甲转心清，这是咱道家的气。我只有顺着正法正理，行透我这条清源的心。天理若无让伊，我爱转着清净的心。真法的天性，悟出在世，咱的心灵，现咱转的开源，爱咱落定在世的心。真理我有无让去，定法在世上我的心，现到这么顺的天元，只有来讲无让伊的灵气，拢是清净一点灵性。阿母啊，爱予我稳定的心意，是咱归元现世情。我才有一点去通信，无形伊的法界，只有咱清净的自在，是咱有定这条心。我才有母娘啊，这么正，显露是正法性，爱咱看。这是顺天性，无形伊的灵性，定到咱即马这条清净，恢复原来这个无异，真元出家的天性，转咱一定的清灵，咱有元天这点气，今要带有先天的心，这点灵魂只有灵气。现咱这么顺的心定，是咱以正觉正天性，无形搁再顺的命，是我以清净这条灵气，现咱行的顺无成啊，是咱有一点清净的天，我再来讲兑现阿母啊的心。你有这条清咱的灵魂，我爱来讲，这是顺理。这点这是咱道家的灵性。逐日咱来讲着通灵，有咱一点清法界，我再来讲顺无正信。这个天意，只要我用清净，咱才有金宝降落来的心。拢是显露咱的灵气，在世间咱咧讲的顺定，真法有无有灵性，转咱恢复则是天性。咱有无娘啊的灵气，再来讲兑现咱的心，这是咱初缘一点性，爱咱见无这条灵。真理若有发生，爱咱来讲出家定心，无形落家正法时，天元转开上法智，天灵有母娘来教化，咱来讲着清净咱的心性啊。这是咱的主，我爱是现主时的灵性，见着上苍。金宝娘娘伊的心，真理显来顺道教，
正决定来心中灵，恢复转开正心，天元落来一点你，现咱出家这条心，无形安住上法界，见咱青天最主啊，是咱原来本性，是咱看现无娘的性，这是清净咱的天界，上创啊咱的自在，合咱这条灵伊的本源，现伫咱遮尼清楚，是我用着无形这点灵性，心灵啊这种转定，一条清净的天理，带有咱上创现界。我爱是对着无形这条清净的天，真理拢是天性，爱咱转动的是天命。我有无形这条灵源，再来讲净咱的心清，是咱以原来的天意。咱再来讲顺家定家己，无形伊的本源性。爱咱转的是天灵，真理有法有天界，转咱显露有自在。上创伊的天源，我爱静这么顺，拢是清净的天。我再来兑现阿母啊的心，这点则是咱路灵。今日我爱是清的天意。当然，清就是清啦，伊才会当顺着咱姊妹你讲的话安尼通啊。这是咱讲的灵源灵气，咱再来讲顺家现主时，上创伊的天性，爱咱来讲着清净。我爱是一点灵魂的心，对着清净的天性，我只有来讲。定家己的心，这世人我爱，是咱即马咧找，就是要处，安尼我才会当讲清的入心。伫我在世，我就要让这个光入到我即马这个气通啊，这就是咱转的天灵。气是啥？啥咧走较慢啊？今日我的灵有这个光。你走得真紧啦，这就是咱讲的通啦、啊。通伊就是要现，要互伊讲显现，现就是光明。所以讲，咱照着这个光来传音，安尼咱才会当现伫咱芝麻塔壳顶，才会虚空所有的无形，伊会当得到自信。这是咱传法这个天理，慢慢来表白。咱现主时的心意，真理是应如来，转咱青天则是灵气。我爱是对咱的原性，今日我讲的是清咱的本性。转我即马这个心伊的定波，我有无形这个天理念咧，我这条灵性念的就体证啦。哦，足紧足紧，安尼甲念掉咧啊！这就是跟随。我爱是这点灵气，那敢若如影随形啦，走袂去安尼就对啦。这就是咱讲的青天法界，要来讲着无形这条天命，是咱以正法正理恢复清净咱的天性。我爱是顺家。这样的阮的心，是咱无形这个天意，悟到清界，咱这个心，无形中咱的天界，是咱合我来这个自在。上苍伊爱咱这条灵性，掀开着咱原来这个清净。我以原天本道性，转过着心，这样啊清明，真理有咱落定。我爱归到现世性，转咱一点去通灵，这是咱学着正天的本性。
咱才有遮尔啊清楚的天性，是对着我即马即条灵魂、心啊，伊遮尔稳定。这是我为主，母娘爱我，清家己的心，献伫咱遮尔啊顺的伊啊，是我将着即条清净，敢若亲像原天，咱的本源本性。甲转转来，我即马这个神是伊这条清净的天，我只有用着遮尔啊稳现的定，咱的神是伊这条清楚的天界，个人行正法神自在，天灵本意是五德来，现世转开是通天。转咱一条正理，看见无形，则是顺定啦。真愿一天性，悟出千古这条神，这是咱主宰的灵魂。老母来讲会稳，晴天落来顺天意，行出正法是天命。爱咱有母的灵性。咱才有清净这条灵魂，是咱以清净中的天界。金母啊，伊予咱做主，我有一条清澈的天，咱才有愿天老母心，天愿是灵天来，到现世转清，是咱原来本性。是咱道家清净，这是咱道灵的天意。无形爱咱顺定，这点有稳的灵气。我爱来讲着现世，顺咱这条青天的气，我才有这尔稳固的心。这是咱无形定我的心，转我清。这条灵魂，这是咱五定，嘛是我爱讲的清净，恢复这条原天的心，真理有落现世界，无形转咱心清，一点灵源落天意，转来无娘这条心，真灵现世转得在，无上教化定落来。上苍有咱这点气，因咱清净，则是顺。这是咱原来的本性，点醒世间的灵。我爱顺着这点灵气，则是咱讲着清净的心。这是咱顺着灵源的灵气，爱咱恢复清澈的心。我有无形。以清净来了，今仔我只有这个来源尔尔。母娘爱将着这个法生，我用着母娘这个真法生伫在世上，要讲的出入来，这就是咱讲的天理。无形境界，咱即马呼吸，这是我顺着清净的天。本来我就是这尼啊静啊，这是咱转的。天元路上，照着咱这口开显的像，真元现来出天理，上苍安住正灵性，有咱一条清咱的心，现咱转则是天性，是顺咱这条清净。母娘啊，伊爱予我落定。一世人，我要照着这个空气，无形中这个力。母啊，伊爱我真稳头，我才会当讲这尼啊顺家。今仔日母娘将着伊的性入伫我即马这个元神，这才是咱通灵。一世人，我要有这种灵感，定着我即世上苍伊的法。这是咱抓定，我在世上会当讲到神伊的本性，
转过到咱这个心，安平平安。这就是回到咱的天灵，回到这么清的天意，是咱以正法这点灵性，抓定着你这条清甲原体。无啊，伊爱咱真稳定，入伫你即马即个气的心，这是咱为主啊。你造无形，定你即马原体这条神，这是咱转啊。无形界就是你爱会当清净，咱即个身体的本性本意。我要讲的是这条天元，无形转我。这条心，这是咱回转来，真法定来现世缘，转咱出应心中缘，现咱转灵本意，度咱开缘是天理，现咱转定则是顺天。上苍闹正灵气，现咱出家顺天心。你有一点青天的灵魂，咱再来讲顺母这条心，这是咱以清净的法，阿母啊来讲这尔稳的心，现咱有母定落来，转咱开灵现在，是咱有这条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金母啊的心。有咱一条正法性，咱再来讲显露有稳的性，这是咱清净的天。我才有这点无形的心，咱有直通这个天界。你再来讲回转来，这个本性，拢是主宰的天。我才有母娘传落来的心，这是咱出定这个灵性。现咱有稳这条灵魂，真理闹天性，爱咱来讲则是显明。咱有一条正法的理，你再来讲顺当来无形的正，真理的灵气，现咱转则是顺天。无形伊的天性，是咱转入清净。这是咱无形的天意，我爱是顺着这点心入到这尼啊静，这是咱团的天性，对着咱这么灵感，我有这条清澈的天理，拍通我这么头壳顶这个真性，天元是正天灵，无形转的静，是咱主要这个天界。是咱抓定，我这条心，真理现来是灵气，转咱虚空，则是顺定。灵魂闹正法界，度咱这条正行在，无形现在上天灵，教咱转无形正，拢是安住这个灵气，拢是看出咱的青天。上苍伊的本性，慢慢来讲到这条原性，咱爱是主宰这点灵气，要来讲到顺家，咱的天命是咱以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阿母啊的心，我有这条正法正理，咱再来讲顺家，咱的天。是咱有稳这点性，是咱转的正，这是咱道家的灵气，转过着这么正的心性，是咱以正法正天来，道灵显化上天性，无形现咱一条灵，是咱有稳这点气，我爱来行，则是回定。咱有母娘的灵气，再来讲顺家这条心，这是咱落定的灵气。来讲到这点清净的心，拢是安住咱的灵性，
拢是搁再开。今仔日咱只有用先天的理，慢慢啊放，慢慢啊通，慢慢啊看。是我用着这个心，这么自在，开我无形这条天性。这个是咱照着母啊，伊这条原形，拢是主宰。我这个心啊，才会当开空。这是咱转的无形灯，是咱用着这条灵气转过着咱的心灵。现在我有这条清澈的天灵，慢慢集中我家己的心性，是咱有真稳这个天灵。世间咱要讲的是相通，因为只有咱的元真通了尔，唔是讲在世间啊，这杨师姐甲张师兄这个心相通，翁仔某伊嘛无得通。所以讲，咱爱是直通，是先天啦，无其他的。我家己倒转来，家己就是母娘迄种清净啊。这是咱搁再入一层啊。先天是非空，非空搁再空，咱才有法度搁行入这个空味。你如果若真空真相，啊，就定伫遮。所以讲，咱就无机会，好过伫遮精进，搁进一层，咱来了解。咱是人嘛，要了解愈侪有无？阿嬷咱倒转来愈清楚。这是咱转的天元真理。我慢慢要给母娘啊牵绳。这是咱转入清净中，咱的脑海，是我讲的这条天理，无形以前甲先天。这是未发以前，就讲还未开天地以前，这就是我即卖精神。天理则是灵性，现咱转的则是天命。咱之前咧讲的，拢是未发已经发出来啊。但是发出来，你这个话，你所有做出来，爱行中和。今仔日我要讲的是未发以前，我定甲这么清楚啊。这就是咱先天咧讲的清净啊，是咱即马咧讲的灵气。本来咱也未分先天后天的时阵，咱就有这条灵啊。这则是咱找回原性啊，是咱有这点清楚的天，慢慢来讲开源咱的知识，真灵现在无形定。转咱有路，静咱心，无形伊的显化，只有咱来清净的心，咱才有这么稳阿母啊的心。真理拢是天性，爱咱转转来，才是天灵。无形伊的显啦，我只有讲清净这个自在，是咱在世这条灵气。母娘啊，伊要予咱顺伊的心。今日咱爱是先天的心，转接着咱今啊清明的脑神。这是个人所属，咱爱是清净，咱现主是的本。这则是咱六界清净，本就是真体啦。这是咱转的天元清界，是咱一条清澈的天。放予咱落架，遮尔啊顺利。有咱一条清净的天，母娘啊爱你一世人，你才会当讲真顺头的灵性。这是我爱转的，嘛是我即马这个心爱清明的。我才有这条真法定我家己，锁伫我即马这个元神。这是咱照着灵气。要学甲你真正的精华精明，拢是天，咱才会当讲到这条灵性，无形界咱的本性，是我以清净的天灵转入到我这个心嘛，这种和合，真理应来天元性，转咱有路现世性，无形伊的天元。
只有来定咱即马即工开。无形界，互你讲，就是咧甲你接电。你即个心嘛，个心经线，慢慢啊甲你接倒转来。咱即个线，甲一条，互你通。即就是咱现主是知影即个道理，哦，知影即个道法，伊所有个道因，拢是即条现主是个灵性。今仔若无即条灵，咱就无法度讲话啦。所以讲，我爱是清楚这个天性，对着我即马显的明，是咱在世间呐，你才会当行嘛。现主时，你即马会知见，这就是我讲的通灵。我照着母娘这点灵性，记伫我即马这个清净的脑神，是我用着无形这点灵性。要来讲甲清净，咱的天上苍伊的灵性，现咱安定是天灵，有咱一点正法界，咱再来讲通天顺自在，真理有咱定天来，恢复正家心的在，转咱这条清天心，落家则是无形境。一点有稳是天意，回咱转灵是规定，这是咱清净的天。阿母啊，来讲顺家，这是心，是以清净这点灵性自然发生。这就是咱讲的天元本性，咱带有元素，这是咱讲出着先天的真。我造无形定一主，修咱这条清天的灵气，咱才会当转动啊，上冲这条心。真理是天性，爱咱转的是天命，咱有这条灵的情，这是咱主要的天。咱再来讲五出这尼啊顺的性。是咱有一点清天的真意，咱再来讲兑现咱的本性。我爱有这条现主时的灵魂，咱爱拢是天意，转过着清净咱的天。无形是用气力灌的，所以讲黄金老祖灌予三清道祖，三清道祖这个气灌予东王木工。东王木工这个气灌予金阙大天尊，金阙大天尊灌予咱金母娘娘啊。气，伊是这个气无形体，所以今仔咱用灵咧讲，就是气咧转。敢若亲像咱即卖咧讲，老师师啊灌予多尼甲学生，这就是咱讲的天灵。有的人讲要加持灌顶。哦，有人讲要印心，这拢是相共勇气咧助你念念。今仔咱为开始，拖机啊，就讲开灵啊，咱毋捌挖这个所有来的这个身躯甲头壳，我拢用真气灌这条灵，互出界，这是我的宗旨。所以讲，伫咱即马这个金母会一头前啊。就是咱即马讲开台圣王出来，圣帝金莲台，甲开山圣宝殿的时阵，所有的道灵，我拢用真气安尼灌，唔捌家打甲咱人的身躯，只是有当时啊，甲牵落西莲花布尔尔，哦，西莲花转安尼尔尔，迄是急的。所以讲，咱先有分做外向甲内向。你如果你若带济，你就知影讲这个灵。一定要照这个频率，哦，照着伊现主是这个灵的动静，唔免讲共讲摕偌济钱啦，咱会当做会到的尽量帮忙别人啦，伊较袂遐艰苦啦。灵咧吵，你心动袂着艰苦啊。所以讲有诶有灵工病，就是你这个老师经验无够，有可能你这个老师心偏去啊，要爱人的物件，人做无够。所以救人啊，
你袂当以钱为准，咱毋是医生啦。所以讲，今仔日咱是照着这个灵医，先天的灵医啊，就是要众生啊快乐。这就是我要讲会开的啦，现咱一条青天性，现落来则是天命。灵医是先天给咱的啊，这种医德啊，哎呦，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所以讲，只有四义尔尔，随喜功德。你袂当定讲，这一次偌多？今日若讲一次有无？啊，你着七百，啊一日若五百，着三千五啊。啊，搁摕一寡物件，搁买一寡物件，这艰苦咧，艰苦人做袂到啊。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今日咱搁讲有医德，就是公平啊。好业善拢做会到啊，甚至于无钱，过去来遮无钱的，我搁摕钱回转去，嘛几啊个啊。这神伫遮咧做主的啊，是咱有这点青天的本性，转过着咱的脑海，这种记忆迷啊，是咱度化这点灵气。世间敢有影有这种真心？我若无这种真心，我都唔敢伫这个天地人才讲的。这就是咱会当讲的这条灵性。虽然我做无到。但是我会当敢若亲像一个魔法嘞，我慢慢来去做到，这是咱通天的真相啦。要复回原来的本性，是咱即马我若讲重庆闹热，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来，啊我袂当讲去啊叫你什么市长啦、区长来，我无安尼，因为人咧无闲，只是咱遮个啊拜就会当，敢若亲像讲。拜较济，拜较少，有心就好啊啦。这就是咱处着元天，转着无形，这种灵性。本来修行都爱内性啊，哦，爱内定，唔免外用啦。外用嘛是捧一个三工就过去啊，佮开较济钱嘛是花去。有钱的袂紧啦，啊无钱嘛要对有钱的安尼做有无？啊，你都亏了了啊。是咱家己爱主心定啦。修行，你的智慧甲未出来，你甲破断能力弱的时阵，有无？这个主心甲艰苦啊哩。现咱一条上法界，转咱清净，则是现代啦。因为即下拜神，大家拢比较比较简素啊啦。有诶，都买一粒果。啊，买一个较细、较细个篮仔来摆就好啊，无亲像较早，好大行李，搁一寡果，搁一寡金纸，安尼规个真大牌有无？你有提起有无？遐个我看无形个，伊跳了了啦。因为你有当时啊，无迄个钱个，你强去挤出来，啊，你所有以后要过日个咧，艰苦足多个啊，艰苦毋再去拜神。你讲遮个好个有无？伊要拜神啊。伊拜天公就好啊，拜地庙就好啊，拜伊个心头有无？卖南师来就好啊。每一个人拢是共款即个性啦，是咱有修，修就是增长补底，啊，咱就无官家之分啦。毋知你讲坎甲离，抽坎来补离，离倒转来即个坎，再恢复天地。所以讲。这个离是天哦，中央这个当作两过，啊，这个坎就是坤，中央甲接倒转来，这叫做抽天啦。哦，所以讲这个，咱所有讲这个道，伊虽然是无形，但是伊会当造化这个天地啊。无情伊会当造化这个日月啦。哦，无名伊会当来讲甲即马这个坎离啊。所以讲，咱会当慢慢。知影这点灵性，本来拢是无所化。今咱有要讲到无这个当中，你这粒阿丹啊内底啊，迄、那个大智慧啊，迄、那个白米啊，迄就是咱的记忆体啦。是咱的慢慢进入咱现主是的集中。今日咱这个集中去，你才有元神呐、啊，吼、哦，神你才会出来啊。
啊，若无你这气若无饱，神就散散爱困啦。是咱用着这点灵气，要来讲着这尔温和，上苍伊的本性，咱爱提出先天性，转咱有路正法界，回咱清净转心，灵魂有咱这点气，咱爱行是上天。这就是咱修行的精华、精明、精粹、精一。天若一有无，伊就清清楚楚；地若一有无，就明净。咱人若一有无，这个心八万，所以讲拢求在这个一念念，伊就是太极啊，阴阳合在这。这就是咱讲的通天灵性。世间若你爱行，即马所有的逻辑。有的是安怎传，有的是安怎看，来到有的摄入你即马这个无的，你要安怎来有这个言能资料？一坎一坎啦，唔是你讲想要有无？啊是我即马要等讲，啊我会当讲这个灵语，好啊我的心就通啊，卖乌白想啦，地主啊，卖戆落去啊，是咱家己爱真细致、真小心，一天一天啊。敢若亲像咱要看这个番薯，还是杨枝，用这个土慢慢啊掰，慢慢啊掰，掰这个杨枝。哦，知影讲这么大粒啊？当时听个骨有哦，土才阁暗呢。这个心就是安尼啦。是咱用着这条清澈的天性，咱人一定爱行健康的，健康就无病啊。你若偷食无，就是病啊。这是咱为主的灵性。要来讲到这点清到源头，真理显来是天意，悟出清家则是道心。今日我照着先天阿母啊，伊这条灵，我才有这点可靠。因为我要讲的是先天这种真法，先天是还未开天以前呢，啊，这是开天以后才有人呢。所以讲，我要讲的话是伫人的顶冠，以前的话啊。这则是咱讲的通灵现世啊。今日有这个灵主，咱才有现主是这个清净啊。神啊，你敢若无明亮、无光亮，你就是鬼啊。鬼就是暗啊，暗就是你的心阴险啊，真危险就对了。这就是咱讲的天元，人你还未行到清醒的时阵有无？你拢会作怪作孽啦。今日我要讲的是讲，你还未清醒的以前，你都爱当忏悔啊，爱当反悔啊。所以讲，咱的这个七性财啊，就是咱即马这个心，甲你即马忏悔心嘛吼，啊，甲你的体会心若有够，你才我都倒转去啦。七宝财就是金银，即个所有的马肉啦、车骑啦、玻璃啦，种种的，迄就是现主是有的。我有一间厝，我有一台车，我有这个金啊，我有现主是，我所有的物件，就是你所有的，就是我的。你若要爱甲我借，啊，你若无我的同意，你就是甲我偷啊。今仔日。我只有照着我现主时的灵性，要得到我这个七性。七性财就是咱即马甲老母沟通。你平常心，你莫无明心哦。所以今天我讲的是这个逻辑，逻辑就是咱即马咧讲的，敢若亲像，因咱有这个身躯嘛，会当用到大概，你即马讲的到就袂变啊。哦，你才会当讲到这个大概内底。啊！你若用到咱即马这个性，用思想的、用想的啊，啊！你无经过这个想的逻辑，你就无法度思维啊，唯一有无？我即下要讲这个空间尔，咱大家拢会当用神要入空间嘛，要出动嘛，就是这个空嘛，是咱以这条清楚的天性，无形伊的力量啊，唔是咱个人你所是有够的啦。啊，这差距太大了啦，距离太远了啦。所以讲，我用着这个真心，是咱原体金宝娘娘
伊个降子。你若无即股气，你就无法度关联。你咧所有讲个就是哩哩啦啦，我想着啥讲着啥。即就是在世间你个初行个尔，你个初发心。所以今日咱要讲个，是咱一世人要行到教，要行到足，行到成熟，你倒转来恢复咱现主持个品格、品格、品质。人讲无求啊，品自高。今仔我所有伫遮讲的，我无爱什么物件，只有我要来讲到某娘啊，你甲我牵绳，你慢慢互我这个智慧，会当一直显。我尽量讲，我唔惊艰苦。因为你呐，唔捌安尼讲的，讲一点钟啊，我相信呐，你这个身躯会足酸的，你的咽喉会破。你所有的表示会袂清袂楚，昏昏暗暗。一个人的经验嘛，莫讲艰苦啦，一路咱咧行来有无，就会当讲真适应啦。因为咱会当食得苦的人啊，这就是咱讲的青天灵性啦。世间若无食苦，你要做神，海底菜啦，海藻啦。所以讲，咱要讲的是真法这个天性。要来讲到出家，咱的天命，人你会当记我讲的话，未清醒以前啊，还未盖棺啊，就无论定啊。若盖棺就论定啊。迄时阵你想要阁做好，要阁发挥先天予你这个智能的功能的时阵，未富啦，要知影甲家财有无？所以讲要知就未富啦。家财啊讲，哎呦，啊我都有做一寡。咱即卖咧讲诶，赵某娘啊，即个圣意有无？你还阁有一丝仔分数啦。真理显来上天性，教咱转则是天命。形容有几啊百条，但是我是用着主体。老母啊，要互我讲教，咱会当倒转来源头拜真神啊，伊就是要甲你即世人，即个性倒转来尔尔。啊，拜假神啊！就是让你这个名字在动动下，所以讲今仔日咱要讲命甲病啦，命就是你即卖咧艰苦，一定爱看西医；你病若要好，一定爱看中医。所以讲用安尼来比拼有无？你就知影后天甲先天之差啦。啊无，大家嘛直接咧捉迷藏。诶，我著修行人，修行啥物？修行你的这个心嘛，啊未健全啦。这就是咱讲的通天啦，本来咧修就是无健全啦，今日咧做就是补分数啊。哦，看你这个分数有够无？过去细累累细细，你所有的对人伤害，你所有讲的无够，做无够的，即世人太平年，蓬莱仙岛，即个所有的大神小神拢伫遮，你机会唔通阁去予流失掉啦。这是真正。千载难逢啦，千载难逢就讲几啊千年、几啊万年无，你无法度拄一摆啦。这就是咱为主的天性。今仔咱有神呐、啊，甲咱扶咧，甲咱活咧，要甲咱牵绳。甲你讲的这文字、世间代志，迄差远啦。虽然是爱无形、爱有形啦，但是大家会用讲的念念啦。用表皮的迄种形式、迄种表示尔尔，迄种形容啦。今日要驶入来内底，你要进入一台车咱内，一个汉道路，你要知影伊的性能，你甲看毋免久长吗？所以讲，一个人若熬游泳，佮速度紧的有无？你看久，你就知影讲，伊所有的姿势无同啊，伊的呼吸无同啊。今日咱修炼，就是真正呼吸啊。真正现主是你这个脑底啊，真理显来是天元性，爱咱转过来上天性，无形现在本性，安住现世转清。好啊！Hey,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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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哎那拉吼啊咿耶咧咿咧吼啊咿耶咧咿咧吼啊咿耶咧咿咧吼，哎那拉呜啊呜啊咿耶咧吼啊咿耶咧吼啊。哎那哦耶哈耶，哎那哦耶，哎那哦哦哦哦耶啊啊哦啊咿耶嘞哈，哎那啦哈啊咿耶嘞咿嘞哟啊咿耶嘞哈咿耶嘞嘿啊咿嘞嘿哦耶嘞咿嘞嘿啊耶啊啊哦啊咿耶嘞哈，哎那哦啊咿耶嘞咿嘞哟啊咿耶嘞啊哦耶嘞咿嘞哈耶哈。啊啊耶耶哦耶耶耶耶哈耶耶耶耶啊啊耶耶耶耶啊哦啊耶耶耶哈，哎那哦啊耶耶耶耶耶哦耶耶耶哦耶耶耶哦，哎那哦啊耶耶耶耶耶哦啊耶耶耶耶耶哦啊耶耶耶耶哦耶，哎那哦啊耶耶耶耶耶哎那哦啊耶耶耶耶哦耶耶哦耶耶耶哦。哎那哦耶耶耶哈耶，哎那咿耶嘞咿嘞哦耶嘞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哈咿耶嘞咿嘞哈，哎那哦啊咿耶嘞咿嘞哈耶，哎那哦嘿哈耶哈哦哦咿耶嘞咿嘞哈，哎那啦哦啊咿耶嘞咿嘞哈耶哦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咿嘞哈耶嘞哈耶。啊啊耶耶啊耶嘞耶哈耶嘞耶嘞啊耶嘞耶啊啊哦啊耶嘞哈，哎那啦哈啊耶嘞耶嘞哦啊耶嘞哦哦哦哦耶嘞耶啊耶嘞啊啊哦啊耶嘞哈，哎那哦啊耶嘞耶嘞呀啊啊啊哦哈耶耶哦。哎那哦耶嘿嘞哈耶嘿嘞嘿耶啊啊咿耶嘞耶嘞啊哦啊咿耶嘞嘿哦耶嘞耶嘞嘿哦啊咿耶嘞啊哦耶嘞，哎那哦啊咿耶嘞耶嘞哦啊耶哦耶嘞，哎那哦啊咿耶嘞耶嘞哦啊咿耶嘞哦耶哦，哎那哦耶啊咿耶嘞。啊咿耶嘞咿嘞啊啊哦啊咿耶嘞咿嘞哈，哎那哦啊哦哦咿耶嘞咿嘞哈哦哦咿耶嘞哦耶嘞咿嘞哦啊哦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咿嘞，哎那哦啊咿耶嘞咿嘞哦啊咿呀哎那哦耶啊啊哦啊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哎那啦吼啊，咿耶嘞咿嘞。
乌咿呀咿那乌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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